是朋友中大家最期待的床戏花絮来啦，究竟环维 CP 是怎么呈现的呢？等一下啦，你要升职，你升职不然过不去。哎呀，玩什么十八坐起来，好，坐起来，对，然后坐起来自己拖，对，拖，卡，来下去，慢慢下下来，然后再按下去，就卡，然后再卡，卡卡卡卡，太好了，起来，哎呀，好累，就解他扣子的时候边。对，你在解他的扣子，我听不到音。男生女生都互相把头发拨开，看清楚那个脸，思慕已久的脸，渴望已久的脸。好想笑。可。怎么幕后跟幕前都这么甜蜜啦？接下来郭雪芙飞毛腿的这场戏，刘宇豪真的太耍宝了啦！跑得好快哦，那个他是飞毛腿，跑超快的。怎么我跑得快？有你跑超快，真的吗？那应该是下坡的关系。从后面跑变这样，你知道光脚跑那个柏油路超痛，很痛啊！压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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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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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想看更多精彩的内容，就请锁定我们哦！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。